哎，有没有？好，今天呢是这个星期六，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 Prestige Car Care。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Evo Club 的 workshop 之一，算是我们的 panel 了。So， 如果你们有兴趣要来 inspect 你们的 second hand 车啊，或者是这个 normal service maintenance， 他们都可以做。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已经拖了我差不多30分钟，我的车还没有来，一怕受伤又想要被爱的感觉，我一直在等。好了，等一下车来的时候再拍了。OK， 来了，我看到了，来了，我的车，我的未来车，有没有？就是它啦 ，SL55 AMG， 吼，屌，超响的那个引擎，今天的主角还是它啦。哇，他妈的真漂亮啊！这个车怎么可以这样漂亮呢？现在带这个小宝贝检查一下身体，看他有没有东西坏的，看他为什么我会选这里吧。你看他们 service 的或者是 inspect 的车子都是这种，我问过了阿胜，就是我们的这位员工啦，他就说他会大概检查一下这个车的整体状况，就从他的引擎啊，然后再 run 一个 program 看一下那些 diagnostic 的 result 会有什么，然后有 check 一下那个车架，看有没有哪个部位是有生锈的，还是有撞过啊之类的这种情形。现在呢，可以哦，看到了这个下面的这个结构。现在就是我们做这个 diagnostic 的这个测试，看一下，哦，有了，我暂时是看到全部是青色的，所以我还蛮放心的。Transmission, ECU connecting, grid fault hood, no fault hood, low or high power supply voltage.暂时是找到一个 fault code。 Body system 的话呢，这个 switch 是刚才我看到一个 fault code 了，没那个 fault code 是那个怎么说，比如有动过的电箱，哦，很正常的啦，因为车没有一百分没 fault code 的，明白，多少少有，但是我们是看那些重点的，engine 啊、gearbox 啊、ABS 啊、airbag 都 OK 啦，先 OK 因为我们专看那些，不要看那些好像很细点的东西，有时候是 spec 的问题，有些东西它会少了，所以它会显示多少东西，说这里少了一点，那里少了一点，这样的问题，明白，我们看重点吗？行 OK， 都没 major 的啦，没有问题 OK， 这样engine 都 OK， 是多少漏油漏水那些，漏油是因为那个 chain 是不是，之后那些东西全部都可以看一看，因为我看到多少漏油，看到就要跟他听一听看怎么样。 OK， 现在我叫我名字跟你解释一下吧。行，麻烦，是正常啦，一个差不多9年的车会漏油，我也不，其实我已经预了 expect 了会有的，可是没有想到它的那些 code Toyota being a Toyota 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是 basically bulletproof 的啦，因为它是一台 Toyota， 所以它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 OK， 毕竟它也不是一个热门车，比起这个Audi A4 还有这个 E90 还有我们的这个还有那个什么C-Class， 那三个肯定比较好卖的，虽然这个车还不真的是到我手， so far 还 OK，漏油那个部分我只是要看它可能要 charge 多少钱这样子，其实都 OK 了，我还可以负担得起了，这样子都应该有炸出来了，我炸出来一下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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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车都有一咁，哇！啲新车试车都仲夸张，
戴曬口罩，戴曬手套。嗯，係啊，係啊，依家要咁。什麼閃燈嗰啲嘢？不過有一啲都係送到佢哋屋企嘅。係啊。千都要，新款嗰只幾靚，好靚個頭，差唔多好似 L S 咁嘅樣。係，依個二一實真係，依個都係前碌車嚟嘅。哇！你哋如果係晏啲嗰陣時，時又會多車冇？嗯，平時日子又會緊要啲。咪試唔到嘢咯，睇地方咯，我哋轉地方試咯。哦，有時啲比較特殊啲啊，我哋上 Max Highway 嘅。特因為有啲客仔係 combine 到。我踩到200多隻、300隻，我先踩壁有震或者有多少聲啊？夠嚟啊！咁我嗰架嘢應該唔係好頭先嗰啲餅啲咁樣影得啊？啊，好似而家你同我同你講，好似阿丹而家咁同你講，我一架嘢踩到200多隻有問題，你查下我睇你，你唔知係去邊度踩壁睇到200多隻？冇啊！夾我哋揸慣啲咁多啲咁嘅車啊，應該知好少。好少話踩唔到200多隻嘅，唔係喎，但係佢好辛苦咩？我意思係好辛苦上，會點解辛苦？因為佢始終係啊，未塞喎，又隔冇吐波，得個2500喎 ，V 色又話夠力啊！咁就呢啲嗌我 manager 搞掂佢嘅，因為有時客仔要求到太離譜啊，唔會離譜我哋可以做嘅，十分離譜我哋睇我哋嘅能力咯，因為要求到即係天上有地下冇咁啊死啦我，坐到腰，佢 steering 又走位。嗯，我睇到係 OK 啦，走少少，但係側邊聲我又聽到有多少聲啊？多少聲？前面右手邊都好緊要啊！右手邊啊，不過我睇到 engine mounting 嗰啲幾乎都新嘅 ，OK， 直頭係直頭新啊，好，直頭換啱啱換個款舊嚟嘅，明白啊 ？Steering 人包過咯，嗯，啲 Steering 啊唔包過唔得啊，得。包括你不來看車啊，你問這個師傅就知道一個 Steering 一個 Dashboard 是真的啊，我跟你說他不去整啊，這些女兒不省得啊，你省了成千元啊，我覺得啊，個個客十個客仔十個客仔走啊，甩曬皮啊，大致上沒什麼問題啊，唐姐，其實最主要是 check 呢，是瓦箱有沒有問題啊，空車有沒有大撞過啊，這些是二手車很基本的東西啊，我知道的東西是這些東西啊，如果你講係掃包啲屬於俾人啲嘅嘢啊，我哋可以不料啊，我哋可以 check 下 check 電板有冇問題啊，係啊，啊，仲搞笑啊，我同你喎，阿丹，一樣咯，同頭先個，頭先我同你噶，一樣，咁佢要靚好多，好，我以為今日咁正靚嘛，所以話頭先我同阿明我都講佢前面沙窿有古怪咧，你幾靚，因為有啲人佢哋中意黑骨立骨啊，呢啲聲我哋聽唔到啦，你對阿芬又慘啊，係啊。我哋啲好敏感，唔該聽到，就真係夠力啊！嗰陣時我話聽到冇聲啊，阿生都講有聲啊，唔好意思，我直接我都講你真係好夠力啊！我係啲職業病啊，我係真係揾你先，真阿生。我俾你落車先。好。刚刚呢，终于完成了今天的这个测 inspection。OK，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好，第一个能看到的就是这个 brake， 就是它的 brake 呢，基本上是有这个 bleeding 的问题，就是里面它是有稍微有点空气的，这是蛮正常的，就是需要换 brake 油啊，把那个旧的给它泵出来。然后 front suspension 呢是有一点点声音的 ，OK。是有一点点声音，然后它的这个 rear 的 absorber 和 front 的 absorber 都有一点点漏油的情形，然后这个 water coolant 就是前面的 thermostat 的那个 area， engine oil 的话都有，他们是 suspect 是说这个 valve cover 就是前面的后面都有这个问题， engine mounting 和 gearbox mounting 他们是说是新的，所以都是 OK 的。然后来到这个 rear brake pad 的话呢，就已经剩下28%。然后比较基本的就是好像这个 wiper 啊、fan belt 啊，都是属于比较不好的一个 condition。front brake disc 的话也是有一点点需要磨平，就是 skim 就是要磨平的意思。所以总合起来呢，现在预估这个 restore 要修的话呢，大概是去到7000到8000，那个是 maximum。所以现在呢，需要的就是跟这个 dealer 好好的商量一下，因为有这么多问题，必须要好好跟他讲，来的他帮我弄，还是我们贴我钱 ，OK？
就这样子的一个合约啦。详细的东西呢，我下一个 video 会再跟你们讲，就是到底那个 loan 会不会就是顺利的过了，然后这个东西总共我会修多少钱。暂时来讲呢还可以，而且今天的 inspection 也是超级 reasonable 的，大概差不多都 check 了这个 engine code 啊，然后再出去 test drive 啊，然后他也是有看我的这个 undercarriage， 看一下哪里有这个漏油，这些东西全部包完 Lexus 哦。多少钱呢？哎呀，看到了没有，知道吗？68，对，就是68。有没有很吓到的感觉？我也很吓，我本来还想哦，要 inspect 这些比较 premium 高档的车，就需要我也去提前按了一点现金出来。哎，没有想到，还好哎。Overall 那个 service 真的是一流，然后里面又有 aircon， 然后又有我的 WiFi， 有一个 cafe lounge 在里面，我真的觉得不错。Prestige car care， 如果我真的会在这边多做一个更换的话，我觉得以后我也是会来这边，就是service 车咯，没有意外的话。好了，这一期就讲这么多了，下期再见 ，OK， 拜拜。